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大圣妙法莲华经》啊，那么进入第十品，法师品。啊，何谓法师品呢？就是要以法为师，啊，以法为师。那法呢？啊，它是可轨可持的。法啊，有它一定的一个规则。就如同真理法则一样，佛陀啊，让佛陀出现于世，就是希望能够怎样啊，开示悟入，对不对啊？开众生佛之之见，示众生佛之之见，还有呢，悟众生佛之之见，对不对？还要啊入啊。让众生有机会呢，能够入佛之之见呢、啊，对不对？那佛之之见呢，也就是真理法则。所以这个法则本身是可轨可持的，有它的一个规则性，而且可以持啊，有所依循呐、啊。啊，那师呢，啊，是可学可犯的，啊，可以依据哈。啊法呢来学习啊，而且呢有所规范啊，那么师也是一种这个典范啊，典范。所以总说呢就是以法为师啊，以法为师。所以我们说我们来学佛，其实是学佛陀教我们的法，依据法来修行的啊。佛陀之所以成佛，也等于是验证了尽虚空界的真理法则。啊，那回头来教我们，只要依着佛陀啊这个曾经走过的足迹，那么人人皆可透过学佛啊，乃至于修行啊，乃至于能够圆满成佛啊。好，那么在我们的第236页。啊，尔时世尊哈、啊、因药王菩萨来告诉八万大士，啊，所以当机者呢是药王菩萨，啊，那药王啊，所以对药王菩萨就讲啊，汝见是大众当中啊，有无量的诸天龙王、夜叉、钱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喉罗伽、人非人。人与非人，这些是不是都天龙八部哈？啊，还有呢，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是四众弟子啊。那么只要有善根因缘呢，那么求声闻者、求辟支佛者、求佛道者啊，那么都有不同的根性啊。那么有的心量小，就走解脱道，也就是声闻辟支佛啊。那求佛道者呢，就是要行什么菩萨道。好，那不管如何，如是等类呢，贤于佛前，都汇聚在佛陀啊说法之前的这个面前呢，来听闻妙法华经啊。啊，只要其中的一记一句，乃至一念一念呐、啊，随喜者、啊，那么佛陀说，我皆予以受记啊。啊，那当得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么也等于说要能够听闻到妙法莲华经，也要有相当的善根因缘呐、啊。啊，虽然啊，我们说哎，现在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果相，但是相信我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啊宿世的善根因缘呐、啊？啊，也一样是有宿世的善根因缘了、哦、哈。好，那佛陀又告诉药王菩萨说，又如来灭度之后。如果有人听闻到《妙法华经》乃至其中的一句一句一念随喜者呢，那么佛陀说，我也愿意来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啊，是因为有的人哈、啊，如果还有人不仅如此哈、啊，来听闻《法华经》哈、啊，因为《妙法莲华经》相当的长，只要对其中的一句一句乃至一念随喜者，都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功德。更何况还愿意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妙法华经，乃至只是其中一记啊，那么
并且还对这部经卷能够敬视如佛啊，因为这部经典的存在就如同佛陀的存在一样，就如同佛陀的法身设立啊。好，所以呢，我们对《妙法莲华经》还要能够种种的供养，花香、璎珞、墨香、涂香、烧香、增盖床幡、衣服、妓院乃至合掌恭敬啊。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佛陀也对药王说：“当知世诸人等已经曾经供养过十万亿佛啊，啊，并且于诸佛前呢成就大愿。”命众生的缘故，所以才生此人间。好，所以这个也等于是在讲这个《妙法莲华经》的可贵。那这当中哈，在倒数第五行这里哈，受持读诵书写解说有五件事情受持啊，受持呢也等于说把佛法的思想观念纳成我们自己的人生观。啊，佛陀所说的啊，所有一切现象都是无常的，啊，像这样子呢，能够纳入我们的人生观呢，就是随时我们都能够用无常的这个角度来看待，等于是改变我们的人生观哈，因为我们的人生观往往是我们数世劫以来的习气，啊，我们就常常会自以为是，然后自己去，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价值观。啊，我们自己可以去啊，这个排列组合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但是我们自己排列组合出来的价值观是不是都有限有量的，而且都是自私杂然。于是呢，我们应该要去这个改造一下啊，如何改造呢？就透过听经闻法啊，把那种比较属于深刻的部分呢，化为啊，而且是属于真理法则，更是要把它化为是我们的人生观。啊，那是一种受持，也就是开口闭就是这个念念之间呢，都用佛法的角度来思考，来看待这个世间，啊，那么尤其在无常法上面，其实是最容易感受到的，对不对？啊，尤其我们活个几十年来，我们可以回想这几十年来有多少的变化。啊，这个人际之间的，哦，大环境的，啊，这种气候上面的，是不是太多太多的变化？啊，于是呢，我们可能会非常深刻的感受到，哦，佛陀所说的确实无误，啊，这所有一切现象是不是都是无常的？啊，都是无常法，都是无常。那为什么无常啊？那么因为在听深一些的经呢，啊，像般若经典就会知道，因为缘生缘灭的缘故嘛，啊，所以当缘生的时候也不用太欢喜，缘灭也不要太难过，那么是不是就有可能去比较摆平我们的心境啊？不然的话，我们是不是容易起伏的那个程度高一些？太高兴了哦，往上起。太伤心的往下落，啊，如果是越是凡夫，我们的起落是不是越大？啊，越是圣者，啊，如果我们越往上爬升的话，啊，提升的话呢，我们的心境会越来越平静。就如同爬楼梯嘛，啊，在一楼看每个人变化，那个差别很大，光是衣料啦，什么名牌不名牌，这个都足以。觉得嗯，这个人是有差别的，到十楼、二十楼层看到人了，只觉得好像蚂蚁一样，哦，也不知道是男还是女，也不知道是老还是少，是不是看不出来了？为什么？因为离得远，爬得高，看得远，越看下来的呢，越来越平等。这个是帮助我们去揣摩想象。啊，到山腰上面去看地上，来来去去的汽车，只觉得是啊，好像蚂蚁爬来爬去而已，已经分不出什么牌子的汽车，对吧？但是我们如果一样在马路上，是不是就看哦，这个是 Benz， 那个是什么什么 BMW 的啊，这个是什么 Toyota， 这个是什么什么的，我们是不是一直在那边分别啊？因为我们
太着相的缘故，所以我们说如果爬得越高看得会越平等，已经没有牌子的差别了。哦，再高一点呢，连房子也没什么差别。哦，就越来越平等。所以圣者也是哦，我们生命的高度其实也是提供我们对众生的看法会越来越平等，这样能不能想象哈？好，所以呢，这些无非呢，还是透过佛陀希望能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嘛，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怎样相对的来怎样受持佛陀的之见，哦，要来读，跟诵不一样哦。我们常常读诵合起来，其实读呢是比较比方我们现在打开来一字一字念下来，这个是读。所谓的诵呢，因为读熟了之后，可能把书合起来的时候，哎，有一些句子也不断的出现。诵是一种背诵，熟了之后背诵啊，尤其我们出家人的早晚客诵啊，这个早晚客诵熟了之后，是不是根本都不要看？在念的时候不会说我这句完毕了，我想下一句到底是什么，根本就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因为每天都在诵，这样懂吗？诵是更熟的，读呢是不够熟啊，这个有点新鲜啊，或者哎还不熟悉呢，我就一字一字的读下来，到诵的时候呢是很熟悉的，不假思索的啊，是会不断的出现的啊，尤其在诵什么咒语更是啊。啊，咒语就哦，一直一句一句一直出来，啊，几乎不会去想我这句讲完，念完以后我下句是什么？我下句是什么？有没有去想啊？几乎不想了，就不断的出来，啊，所以呢，要受持，要读，啊，读之后呢要诵，这个诵是一种背诵的意思，啊，是让我们的这种种子种得更深一些。纵然没有书，纵然啊，这个我在汽车上，我在路上，啊，没有经典，我一样可以怎样？很多的东西可以出现的，啊，万一哪一天我们这个眼花缭乱，啊，这个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了，怎么办？啊，我们的内心还是充满了佛法的思想观念，啊，并且呢要去解说哈，比方像《金刚经》里面。很多的词句啊，尤其像那些四句偈啊，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有没有？啊，当我们去对无常有很深刻的体会的时候，当某某人他穷困潦倒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就用这样子的偈去劝他的话，是不是非常有力啊？啊，因为这是佛陀所说，也是我们生活经验里面怎样能够相应出来的呢？啊，所以解说啊，因为我们如果透过解说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因为在解说当中我们会发现，哎，我们哪个部分好像讲不通想不明白，那我们会不会去设法啊，赶快去请教人家，或者赶快再多看一些啊佛法方面的啊，所以在解说上头啊，也有助于我们，虽然好像去帮助别人了解，其实是在帮助自己了解，这样懂吗？啊，那书写啊，尤其过去印刷术不发达的时候，我们经典如何能够传下来啊？透过书写，不断的书写、抄写啊。啊，因为现在是很简单了，印刷要几百本、几千本、几万本，是不是很容易了？过去可不容易哎。啊，那就要靠书写来怎样流传这些法。啊，所以有五件事情。来让我们有机会啊，来开佛之之见，来啊，这个视佛之之见，乃至于悟佛之啊佛之之见，乃至还要能够入佛之之见，这样理解吗？啊，佛陀为我们开示悟入，而我们就要用受持、读诵、解说，还有什么书写的方式啊。来体会佛法，当这种体会呢会更深一些啊。那但是不要只有限于文字的，
透过文字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因为会比较精准正确，但是不是被文字绑住的，我们应该要活用文字。文字它是一个 很重要的工具，很好用的工具，但是不要被文字所绑住啊，要能够去思考文字啊，所以所谓的文字的那个甚深的含义有没有啊？所以在佛法里头有四依嘛哈，依法不依人，对不对？是由人来弘法，但是呢，人难免有情绪啊，有健康的状况问题，有脑筋清楚不清楚的问题，所以呢，可贵的是他所说的法，而不是这个人啊，因为这样的一个人呢，也会生老病死嘛，对不对？所以要依法而不是依人啊，这个依啊依义啊，这个依智而不是依事啊，啊，因为所谓的事，它本身是有情绪的。比方我们拥有八事，啊，拥有八事嘛，啊，有前六事、第七、第八的这些事呢，跟外在的环境呢，内在的身体状况都有关系，所以呢，容易起伏、躁动不安。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用 不善用我们的意识，我们才有机会去理解佛陀的智慧啊。所以呢，是要依智而不是依事啊。那么要依意而不是依语啊啊，因为语言文字呢是很好的工具，但是呢，更可贵的是甚深的法义，甚深的法义，它超乎了语言文字的啊。最后一个是什么？依了义而不依不了义，有所谓的了义与不了义的差别啊。那个了义与不了义的差别就在于能不能解脱，能解脱的才是了义，不能解脱的属于不了义。但是虽然不了义，却是一种方便权巧啊。啊，了义是属于实法，帮助我们解脱，它是属于实法的。但是我们说《妙法莲华经》是不是也讲得非常清楚啊？这个为实而固权嘛，开权是不是才能显实啊？最后还要废权才能够立实，对不对？这个权还是很重要的，并不因为不了义所以我们就不要去读它，那也不对啊。不了义里头有所谓的劝善啊，劝人为善希谈啊，啊，满足乐意希谈，乃至有对治的希谈，之后才是第一义希谈。第一义希谈是什么？是了义的希谈。好，那所以呢，我们说，就算我们透过读啊、受持、读诵、解说、书写这五件事情来讲的话呢，都还要依义而不是依语。这样理解吗？要理解的是甚深的法义，而不是只有文字语言的表象而已哦。虽然我们也受持、也读、也诵、也解说、也书写这些语言文字，但是更重要的是甚深的含义啊。好，所以呢，所谓的这个透过哈、啊、可学、可犯啊、可轨、可持的方式啊，来点滴啊的来熏习佛陀所教我们的这些真理法则。啊，那像《妙法莲华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啊。好，所以佛陀啊也讲嘛哈、啊，能够做到这样子呢的人，也都是数聚善根因缘呐、啊。好，那么在第237的最后面哈、啊，药王哈、啊、也是佛陀继续说，如果有人问说，何等众生于未来世当得作佛啊？什么样子的人在未来当哈、啊，就说他透过这个学佛啊，乃至能够成佛，是什么样的人呢？啊，那么佛陀就讲，应是是诸人等呢，于未来是必得作佛啊。希望佛陀能够怎样清楚的开示，是什么样子的人在未来是必定会成佛呢？好、啊，好、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哈、啊、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一记、啊、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
还包括种种的供养经卷、花香、璎珞、墨香、涂香、烧香、增盖、床幡、衣服、祭月、合掌恭敬啊，世人一切世间所应赞奉，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啊。啊，也等于说对这部《法华经》的那份啊非常虔诚的这份供养啊，当然。哎，后面都比较透过物质上的供养，但是前面的这个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呢，是法上的供养，是更加的可贵啊。那么像这样的人呢，也就是所谓的大菩萨啊，并且呢，能够将来必定能够成佛啊，是因为透过《妙法莲华经》，那么其实是在开启我们啊这个一佛圣嘛。所谓的行菩萨道，好，那如何行菩萨道呢？就是因为哀悯众生，啊，那么虽然或许这个圣贤菩萨以上，他能够怎样，能够出离生死苦海，却是因为哀悯众生而怎样，愿生此经啊，此间呢、啊，愿啊，还是愿意呢，再来人间啊，因为在人间里头是最有机会行菩萨道的。啊，来广演分别《妙法华经》啊，更何况还有一些人能够受持啊种种供养者啊，那么佛陀也对药王说：“当知世人呢，自舍清净业报，于我灭度后呢，悯众生故，生于恶世，广演此经啊。”啊，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人呢，啊，就算他哈、啊、能够怎样自舍清净业报。像如果解脱道来讲的话，他就是不舍清净业报，因为他自己本身可以脱离生死啊，也因为他清净无染啊，像这个四果以上他已经证得无生啊，可以无学了，所以他可以怎样能够跟他的清净业报相应，他就能够脱离生死。但是如果是菩萨的话呢，他就不舍啊，他可以愿意怎样释出之后还释入啊，释入呢就不容易清净啊，但是呢我们说菩萨道他必然是要怎样出污泥而不染，这个也是修行的功夫哎啊。菩萨在这个群众当中，在众生里面广度众生而不被众生所染，这个是不容易啊，是因为要能够不着相才能够不被染啊。所以呢我们说菩萨他本身啊，不仅要有悲悯众生的慈悲心，其实他也是透过啊，透过那种出离的什么智慧，因为智慧本身啊，性空的缘故，也因为性空的缘故他能够不染。但是如果徒有慈悲，只是慈悲的话呢，容易杂染，因为智慧不足就容易杂染，而且容易败坏啊。所以我们说菩萨他必定一定要怎样能够悲智双运啊。如果菩萨能够悲智双运，纵然生于恶世，更需要怎样广演这部《妙法华经》啊。好，所以呢佛陀也就讲哈，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在佛陀灭度之后能够哈切为一人说法华经，这里的切是什么意思，私底下啊，所谓的说法华经不是一定要大众当中来说，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中的一个人，我们为一个人说，乃至只是其中的一句一偈呢哦，那这样子呢都会是什么非常大的功德，更何况是在大众当中来广为人说，当然就功德更大。好、哦、好，所以呢在239页倒数第五行哈，佛陀也讲这个药王哈，如果有读诵法华经者，当知世人以佛庄严而自庄严啊，而且呢如同在怎样荷担如来啊，为如来坚所荷担的意思啊，因为呢等于要乘船什么正法的意思啊，所以呢他所至其所至方呢应随向礼一心合掌恭敬供养
好，那总说呢，那么对妙法华经呢，好，都要有一份非常虔诚的一个供养哈。那当然在这一页的这个第三行下面哈，佛陀也跟药王说，如果有恶人啊，以不善心啊，在一劫当中呢，现于佛前，却常常在毁骂佛陀，那么他的罪呢，我们看起来是很重的，但是这个都还属于什么轻的？为什么轻呢？是因为比较出来的啊。如何比较呢？如果有一个人啊，如果有人他用一个恶言来毁之在家出家读诵《法华经》者，其罪甚重啊。好，也就等于说，用恶言来毁谤《法华经》的话，那个罪业之重呢，胜过于在一劫当中毁骂佛陀三宝。是因为这个是对法的一个法的那种毁谤。所以我们说对法的供养，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有没有？对法的供养的这个功德最大，但是如果毁谤佛法尤其像《妙法莲华经》，它是诸经中王，那么这种毁谤呢，它的罪业是非常之重的。同时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护持，那么功德是非常之大是非常之大。好，所以呢，在第240页，世人欢喜说法，须臾闻之呢，即得究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因为《妙法莲华经》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功德，是因为佛陀在《妙法莲华经》里头，是不是不断的劝谏这个三会三皈依而且所行的就是一佛圣、菩萨圣，也因为行的是菩萨圣，所以呢，那么在须臾闻之在短短的时间内听闻了之后还接受，那么就有机会能够怎样走上成佛之道走上成佛之道所以这个也是所以这部《妙法莲华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量所在并且在242页第一行这里就讲，此《法华经》呢最为难信难解因为这部经典呢是诸佛密钥之藏不可分布妄受于人那么尤其那么在这个第四行第五行这里也讲佛陀对药王说，当知如来灭后其能书写受持读诵供养为他人说者呢，如来则为以一复之也等于说，如果能够受持读诵供养书写这部妙法莲华经的话，那如来因为等于是在荷担如来家业嘛，所以如来所相应的呢，就如同用衣服来怎样来保护这样的一个人也为他呢也为他方现在诸佛之所护念，来让这个人有大信力者及大的这个志愿力并且呢能够长养他的这种善根力那么也可以知道说，这个人就如同与如来共宿一般，也如同如来来磨其他的头等于是在鼓励他一样就好像跟如来的那种那个距离非常的怎样接近因为能够与如来怎样心心相应嘛如来的心呢，那么其实都展现在《妙法华经》里头，因为如来他所要护念的就是菩萨嘛，所要教导的是不是就是菩萨法那么尽在什么这个《妙法华经》所以呢会在在处处若说若读若诵若书若经卷所在之处呢，皆应起七宝塔为什么要起七宝塔呢？本来起七宝塔是要供养佛陀的舍利，而《法华经》就如同佛陀的法身舍利
啊，就如同，所以我们说，如果有这部《妙法莲华经》所在之处呢，就如同什么这个七宝塔一样，啊，也如同在供养七宝塔，因为我们所供养的就是佛陀的法身舍利啊。啊，那佛陀又对药王说：“多有在家，多有人在家出家行菩萨道，若不能得以见闻读诵书持供养这部《法华经》的人来讲的话呢，当知是人呢是未善行菩萨道哦，还不够啊，在行菩萨道上还不够道地啊，啊，那么也等于说，真的要行菩萨道的这些菩萨们呢，啊，那么要能够读诵受持啊，书写这部《妙法莲华经》，才算是善行菩萨之道。”哦，所以呢，如果有求佛道者呢，那么就要若见若闻啊，这部《妙法莲华经》啊，并且这个听闻以后还能够信解受持啊，那么就当知这个人呢能够得尽啊，就非常接近啊这个成佛之道啊，并且呢，在第243页倒数第二行这里哈，佛陀也用了一个譬喻。啊，那当然这譬喻还不算是法华七喻里面的哈。这里有一个譬喻说，有一个人哈，他非常的渴乏虚水啊，在这个旅途当中啊，啊，爬山啊，翻山越岭，那么他非常的渴，想要喝水，于是呢，他就在高原里头呢啊，来穿凿啊，去凿地。啊，想要能够求水，但是呢，凿了半天呢，看到干土就知道怎样没有水啊。那么，但是呢，如果继续再去凿，凿得深一些呢，渐渐看到有湿土啊，转见湿土，乃至于这个土呢还变成泥巴，再钻进去，是不是就会知道下面一定有水啊？啊。那么就会知水怎样必尽啊，就会比较更有信心，一直往下去怎样找水啊，去找到水。那菩萨也是如此的，如果说未闻未解，未能修习这部《法华经》的话，那么就知道这个人啊，离成佛这条道路啊，成佛之道呢，其实还很远呢、啊。就像那个要找水啊。那个泥土还是干的嘛，是不是离水还很远啊？哦，所以呢，菩萨哦，愿意行菩萨道呢，又能够读诵这部经典的话，那表示怎样离菩萨道就非常的近，离成佛比较近啊、哦，那么也是善行菩萨之道啊、哦，因为这部经典开方便门是真实相。哦，因为我们说妙法莲华，用莲华是不是就在比喻什么实法与全法嘛？对不对？哦，所以呢，也就是在让众生哈、哦，因为佛陀希望能够示众生佛之见嘛，来让众生悟佛之见，对不对？入佛之见，那个佛之见呢，主要是什么？就是真实相，所谓的真实相就是真理的现象，也就是涅槃相，那个才是属于实法。好，所以这部《妙法华经》呢，《妙法莲华经藏》呢，它是深固悠远的，是无人能到的。啊，除非呢，要有相当善的善根因缘，啊，由佛陀来教化成就菩萨。而为开示的。好，那如果有的人哈，有的菩萨一听闻到这部《妙法莲华经》，就觉得惊疑怖畏的话，那么当知哈，这个人都还是属于新菩萨、新发意的菩萨，或者他是属于什么声闻根基的菩萨啊的人呢、啊？就说他还不是菩萨，他才会这样子的恐惧害怕。
啊，并且呢，我们说声闻往往会是增上慢者啊，啊，因为自以为啊，我证得涅槃就够了啊，其他的我就不管了，众生的事呢就没我的事啊。那么，因为他的悲心不足，虽然他有一点智慧，能够超越生死的束缚啊。好，接下来，那么在我们的科判表里头啊，也可以看到，在法师品有没有啊？四方鬼啊，里头有明三鬼、四五义有没有啊？三鬼啊，就是红金三鬼啊，会有所谓的红金三鬼哈、啊。好，那么在我们的第245页，245页哈、啊，也就是讲到说，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在如来灭后，而想要为四众来说是法华经者，应云啊，云何应说，要如何的来解说这部妙法莲华经。那么佛陀就告诉我们说，是善男子善女人呢啊，会要有所谓的红经三轨，有三个很重要的规则，就是要能够入如来世，要能够着如来衣，要坐如来坐啊，要有这三个原则。那这三个原则是什么呢啊？那么也就是说要具有这三个原则，乃而乃呢因为四众来广说四经。那何谓入如来世呢？也就是对所有一切众生当中要起大慈悲心。因为菩萨这个大悲心是不是非常重要啊？啊，大慈大悲的心，啊，能够对所有一切众生当中起大慈悲心呢，才叫做入如来世哦。啊，那何谓着如来衣呢？啊，如来衣是什么呢？就是柔和忍辱的心。所以我们前面是不是也讲到心哈、啊，这个其意柔软有没有？啊。所以菩萨呢，他必然是一种柔和的心啊，并且是一种忍辱的心，叫做如来衣，要着如来衣啊。那要如何的做如来做呢？就是一切法空事啊，啊，所以呢，还得要做法空做，也就是还得要讲到缘起性空哦，要讲到法性的问题，不是只有讲在法相上。因为要讲到法性才是实法，讲在法相呢都还属于全法啊，都还是属于全法呢啊，所以会要有这三个很重要的规则啊，就是要能够入如来世，着如来衣，做法空作啊，也就是要具有大慈悲心啊，要能够有柔和忍辱的心啊，并且呢还要讲到一切法空的这种智慧啊，才能够安住世中，然后再以不懈怠的心来为诸菩萨及四众广说是法华经啊。所以这个叫做明三轨，有三大规则。我们前面讲法师品的这个法是不是可轨可持啊，师是可学可犯嘛，所以呢都会有它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规则的意思啊。那么佛陀就说他就会释出五种利益啊，只要愿意说妙法莲华经呢，那么佛陀啊就会遣化人为其来集听法众啊，只要愿意说妙法莲华经呢，自然就会有众能够集合啊，而且还会去遣化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能够四众具足啊，四众具足。好、啊，那最近也是啊，会觉得哎，最近哈、啊、一讲到《妙法莲华经》，确实是四众具足的状态。哎，在国外也是这样哈、啊，我自己都很讶异啊，原来这个是什么佛陀他所发的愿，自然会让怎样四众具足。好，那第三呢
好，如果说法者在空闲处呢，那么佛陀也会怎样广遣天龙八部啊来听其说法。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所说的法不是只有为人来说，还为天龙八部啊。为什么？因为最前面佛陀在灵鹫山说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讲到有什么声闻众，有菩萨众，还有什么天龙八部，有没有？是不是有天龙八部啊？人非人等啊，所以我们说还有过往的这些天龙八部哦，啊，佛陀呢自然会去遣其啊，会去广遣天龙八部来听法啊。那佛陀也说，他虽然哈，啊，在异国，也就是因为他入灭了嘛，啊，那么也会时时令说法者得见我身，得见佛陀的身。佛陀的什么身呢？法身才是可贵的，不是只有看，不是只有看到佛的那个色身，不是啊。啊，佛陀的色身具有32相80种好，啊，这个是因为佛陀宿世的修行所形成啊，所自然现出来的这种啊相好庄严。但是所谓的相好庄严呢，有它的原生，也有它的原灭。佛陀化世在世间，是不是也是短短的几十年而已啊？哦，所以佛陀说，不是他的色身可贵，不是他的32相80种好的可贵，而是他的法身，是不是才是更可贵的？哦，也等于说能够去体会佛陀的法身。所谓的法身呢，是尽虚空界。那什么能够尽虚空界呢？就是清净的因缘法，它可以尽虚空界。好，哦，那所以在《金刚经》里面，是不是也讲到莲华色比丘尼啊？啊，在佛陀去刀立天3个月后啊，佛陀要回来了，他非常的高兴，因为他很想念佛陀，所以他就争先恐后，他还有神通的力量哦，他还变成是一个小国王，才可能跑到最前面。但是佛陀说，不是你第一个见到我，而是谁啊？须菩提，有没有？须菩提没去哎，须菩提因为他解空第一啊。啊，解空第一的这个空，我们说所谓的空，它才可能去扩散，透过空才能够达于涅槃，达于涅槃才是什么真理的现象。当然那个值很重要，量有所不同啊。那到成佛的那个涅槃，等于是尽虚空界的涅槃啊。那个解脱道上面所证得的涅槃是小小的涅槃，它的值是一样的哦，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是佛陀的法身呢，也就是佛陀的法身。所以我们说，当我们的这个果位第一，心量有限，我们所体会到的法身是有限的，但是也循着正确的方式呢，我们就有机会慢慢慢慢的提升，慢慢慢慢的扩大嘛。哦，所以呢也能够让我们，哦，所谓的说法者得见佛陀的，哦，说得见什么我身的，这个我身就是佛陀的什么法身啊。那第五个利益呢，就是如果在这部经典妄师俱斗，那么我啊，就是释迦牟尼佛还未说令得具足啊，让他能够不忘失，在说法的时候不会忘失掉啊。所以我们常说，哎，我们的记忆力好像会随着年龄降低啊，但是真的我们对法的思考呢是不会的啊，是因为要能够入心嘛，入佛之之见，悟佛之之见嘛，对不对啊？要能够视佛之之见，开佛之之见，那这些是不是就比较，那个就已经不是记忆力的问题了，而是善根因缘的问题，乃至还是慧根的问题啊，其实是慧根的问题哦。啊，所以呢这里叫做明三鬼是五意，啊，佛陀呢就会协助啊，只要愿意啊来宣说妙法莲华经的人，那佛陀都会啊来协助啊，示现出这五种利益之处啊。所以呢这个啊之后呢，那么在246页啊，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所以呢就有后面的这个记诵。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只好省略了哈。好，那么我们回头啊，来看我们的这个
啊，寄送科判表啊，因为我们的法师品是第十品啊，是在正中分里面的什么红通的部分，有没有啊？因为我们在三周说法是属于正中分里面的正说嘛，对不对？现在是不是进入了这个红通啊？正说里面的正中分里面的红通，那这个红通里头是不是有两部分呢、啊？一个叫做赞美人法，啊，第二个呢誓愿红通，啊，那赞美人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赞美仁德，还有呢，啊，就等于他是透过法说跟什么正说，在法说方面有没有一个赞仁德，还有一个叹法德。啊，所以呢，这里的赞美人法不是在赞美人的方法，不是哈、啊，而是赞美人跟什么法啊？因为赞仁德、叹法德，啊，那赞仁德呢，也就是在明持经的功德啊，在仁德方面啊，那么希望透过啊，能够受弟子记啊，来赞法师德。啊，因为所谓的法师德呢，就是要能够怎样，啊，能够受持读诵书写，啊，还有解说这部《妙法莲华经》的人，啊，那在法德方面，啊，在法德方面呢，那么也是从啊《妙法莲华经》的可贵，啊，所以呢，约法的叹跟人的叹，啊，当然法还是要透过人来弘法。啊，他所处所啊，所居住的这个地方的叹，还有行上面的叹，啊，那这个部分呢，有法说、有譬说跟合说，啊，乃至于减非，就是哎，也有有一些是哈、啊，这个有一些对错的问题。那么在譬说里头是什么？也就是在讲那个。人在高原上面有没有非常渴，那是不是要去取水啊，去挖啊？如果这个土还是干干的，表示离水还很远啊。再挖下去，哎，慢慢土已经开始湿了，泥巴又现出来了，表示离水是不是很近了？那表示啊，行菩萨道如果还不懂得妙法莲华经，那么这样子的菩萨道呢，都还不算是善行菩萨道，都还是属于新发意的菩萨而已，啊，如果能够受持读诵书写啊，乃至为人解说《妙法莲华经》的菩萨呢，他才算是啊，才算是比较怎样善行菩萨道者啊，因为有《妙法莲华经》呢啊，因为能够诵持读诵这部《妙法莲华经》，表示离成佛比较近。啊，比较能够怎样踏上成佛之道，也就是说这条路上比较没有错误，啊，比较没有太大的错误，啊，因为在这条路上呢，有很多权巧方便法，但是呢，关键会不会在实法上面呢？啊，那个实法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透过实法才让我们有机会解脱涅槃，啊，涅槃解脱，乃至于菩萨道上。就是在帮助众生涅槃解脱嘛，对不对？也才可能圆满成佛，啊，所以这个是在探经法啊之后呢，来释方轨有没有方法跟轨则啊？那就会明三轨，释五义有没有啊？会有弘经三轨，就是要入如来世，要具有大慈悲心。要着如来衣，就是要能够啊柔和忍辱，对不对？还要怎样做如来坐？所宣说的呢是一切法空啊，也等于是要做法空坐。所以我们前面也讲到啊，佛陀也讲说啊，我与阿难于空王佛所有没有？哎，其实佛啊之所以成佛，那么一定是透过空。啊，透过空意才有机会放下，啊，透过缘起性空，透过因缘法的平等性而放下自我的执着，才可能慢慢慢慢的提升，慢慢慢慢的提升，
表示方向对了，是不是才有可能成佛啊？如果方向错呢，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啊，就如同我们凿啊，要凿水有没有？啊，要凿凿凿凿到水湿了，我们就知道必然离水近了。如果干干的，是不是就还远得很？啊，如果我们方向错误，那离成佛就远了；方向对了，就有可能，就有机会。啊，好，所以以上这个是法师品第十。好，那我们这堂课就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